看，这可能是足球历史上最精彩的过人，就连摄影师都被这个前锋的假动作晃得晕头转向。这里进球的制造者正是瑞典中锋伊布，但你绝对不知道，作为当今世界最狂傲的前锋，唯独有一个人能让伊布瞬间安静。在一次意大利的米兰德比中，当伊布目睹巴西前锋罗纳尔多就站在自己对面时，他双眼都看得出神了，以至于嘴里的口香糖差点被他咽了下去。大家这才明白，原来伊布也有偶像，而这个人正是大罗。只要能拿到大罗的签名，我宁可一年不吃饭。童年的伊布曾发誓的，大罗的钟摆过人和他的一粒粒进球，让伊布彻底爱上了足球，也对这个男人五体投地。世界上只有一个罗纳尔多，他就是大罗。这是伊布对偶像的表白，也是足球界两位中锋的惺惺相惜。